the race.绕口令会非常快。一般我可以讲到有两句，它可以，我可以三秒之内完成。哦，好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牛牛骑牛牛，牛牛牛牛牛，妈妈骑妈妈，妈妈妈妈妈。正常版是牛牛骑牛，牛宁牛牛牛牛，妈妈骑马，马慢妈妈骂马。哇，牛牛骑牛，牛宁妈妈骂牛牛牛牛。扭牛扭牛的扭扭扭扭，对，妈妈骑马，马慢，妈妈骂马。哦 ，OK， 那你有办法从初一吃素喊到初十吃素吗？初一吃素，开始，快，吃素就要吃素，初三吃素啊，初三啊，我们又可以到初来，这个来，来，快点来，初一到初十都吃素，那你会吗？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素，初五吃素，到最后再吃素了。你初二都已经不对了。好，所以这个等于说你也发现说，在练完这个舌头灵活以后，绕口令时间变得比以前要来的快。对，像比如说有我甚至还有练习其他的，像有一些比较难的英文 ，Peter Pan bought a butter, but butter was very bitter, so Peter Pan bought another butter to make the butter better。我知道这个，可是我小时候没有练好。哦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马刘，你什么时候练会这个玩意儿的？其实蛮久嘞，因为我不觉得它是个。那为什么你我不知道？啊？为什么你一定要知道？为什么你要知道？为什么你一定要知道？跟他住在一起啊？对呀，你喝可乐我也不知道啊。哦 ，OK， 可是你有办法？那个因为舌头这么灵活，对不对？你有办法像青蛙那样吃蚊子吗？可以吧？放下，放下。这样子可以吧？谁会饿到吃蚊子？对啊，然后如果他说可以，我们就现场要拿一只蚊子来，然后往这边一抛，然后让他来试一次。怎么可能？其实我觉得不难呐、啊，我老婆，你可以吗？我不行，我老婆常跟我玩这游戏啊，她是往下，她我老婆这次可以往下，她可以碰到下巴这里。好，下巴。七爷八爷。对，那七爷八爷到肚脐了。对 ，OK， 她是可以碰到下巴。所以就有可能。对，就女生的舌头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就特别比男生还要灵活。所以叫长舌妇嘛。哎呦，哎，有道理。好，来，所有资讯提供完毕，绿队想清楚，真的假的要压几分？来，请选择。二话不说，我不给李冠仪面子，假的三分。如果他是鹰钩鼻，那还有可能。对，那冠仪的鼻子很挺，然后人中又长，你说可以摸，可以碰到鼻子，不太可能呢。OK， 所以绿队打定主意，李冠仪肯定办不到这件事。来，就在里面来看，好不好？看仔细，看这个，见证奇迹。好，来，李贝，来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一半哦，快一半哦。连人中都碰不到，还碰行行，我们还比较厉害哦。对，我还在期待，我说我靠，李桂英会这样子哦。碰到，不会。所以你试过，但是怎么样都碰不到。对，其实怎么样都碰不到。OK， 好，但是呢，就证明确实李桂英没有办法办到，还是要再一次恭喜李队可以获得三分，恭喜。好的，红队最后一题会碰到绿队带来什么样潜意识呢？来，凯乐，欢迎进入第三位，抠抠抠，收集头皮屑15年。哇哦，刘先生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嗜好是怎么开始的？为什么会想到要去收集头皮屑？就一开始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抠，然后一天可以抠5大片的皮屑。可是这个嗜好会让很多人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皮发麻。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碰到，譬如说你就学的时候，你的同学或是你的室友或什么人知道你有这样嗜好的时候，觉得你怪怪的，然后开始疏远？有没有碰过这种事？那时候住学校的时候啊，然后室友，因为我那时候急着要上课，然后室友那时候发现我放在桌子上那一瓶。就是像药粉的东西，然后我下课回寝室的时候，室友就问我说：“你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所以我就很难为情的跟他说：“啊，那是头皮屑。”
对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我，然后第二天大家全部都退租了，嗯，他们觉得很恶心，后来就慢慢疏远我。哦，那请问一下，15年的头皮屑，因为它毕竟是人体组织的一部分嘛，嗯，会不会有一些味道？你怎么去保存它，让它没有味道？我其实是把它装在密封的罐子里面，然后其实那个我也会把它就是拿去太阳底下晒在那边。那你没事还要拿出来，然后把它消毒吗？拿出来在太阳底下这样晒完以后再把它给收回来，因为我也怕它发霉或是。它不会融化吗？太热。其实不会，它不会被风一吹。然后就我晒一下就赶快把它收起来，因为那也是我的宝贝。你是本节目继上一次指甲有人收集好多年的指甲以后，你是头皮屑。OK， 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那个头皮屑遇热会变成什么？我还没看过它变成什么。我小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坐我隔壁，他就每天在那边抓头发，那抓抓抓抓抓，然后用那个尺啊。再把头一些这样子收集起来嘛，那种四方形，他也是他装在那个我们那个喝牛奶那种玻璃瓶里面哦。后来他有一天无聊到哦，他把那个瓶子拿起来，然后用那个打火机在烤，那个头皮屑遇热哦，哎呦，变成浊黄色的油脂啊，变油啊，所以它就是油，对油，很恶心的油。OK， 好，然后他自己还闻，然后再哎呦喂啊，这人呢，那什么味道？恶臭。你同学以前演技又这么浮夸。我也玩过哦、OK， 对，所以呢，所以显然他不是很清楚这件事情。他没有像你同学一样，没事要把它搞成这样子。对啊，加热他收藏。OK， 样子是蛮像的啦，可是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普通宅男。这位宅男真的收集头皮屑15年吗？更精彩的内容在后头哦。Bring the bass。自己还闻，然后再哎呦喂啊，这人呢？那什么味道？恶臭！你同学以前演技又这么浮夸。我也玩过哦。OK， 对，所以呢，所以显然他不是很清楚这件事情。他没有像你同学一样，没事要把它搞成这样子。对啊，加热它收藏。OK， 好，样子是蛮像的啦，可是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普通宅男。所以我本来以为你会问他的问题切入方式会是。你知道有很多时候会做这一类的事情，一定是某种坚持，对，或是宅男才会，从他的服装动作都会有点像。因为这个理念我不断在本节目宣扬了，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。但是他的样子，他比较真的不像收集头皮屑，你说他收集那个色情影片就有可能。好，来，所有资讯提供完毕，红队最后一波，真的假的压几分？来，请选择。肯定三分了。我们必须在这边解释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觉得它是假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秉持着我们要坚持到底，三题都一定要做，所以我们就猜真的。OK， 所以为什么你们觉得它是假？像刚玉林哥就要讲了，就是他那个头皮屑其实是油脂，然后他说拿出去晒太阳，其实应该还蛮容易，如果是夏天的话就会融化。嗯，为了要达成本节目有史以来分数差最大18分，所以选了真的3分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刘先真的会保存15年的头皮屑吗？如果你朋友是他，你是什么感觉呢？来，正确的答案是假的。不愿了，太开心了，金怎么了？好开心哦！你看我们是不是很恭喜人家？真的，为了要达成目的，不择手段，真的。哎，这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AK 在上面写说是衰王，自弃衰王，真的输18分，输18分衰王。那最后呢，在节目现场有史以来最大落分差18分 ，OK。那绿队拿到正9分，红队负9分。来，我们再次恭喜绿队获胜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对，来，那红队也一起到前面来，好吧？来，我们最后的终极惩罚。好了，既然有史以来最大落分差，这个应该要再特质一下。提供，这上面其实已经有了，对，没有了，那是黄连还是黄连？黄连，你的头皮屑，黄连，OK， 不要担心。好，来三位，请。对，你们刚好干杯，对，你们应该很开心啊。加油加油！我们
好，那今天大家看到了很多的奇人异事，以现场谢谢现场所有的来宾，当然更谢谢所有观众朋友您的收看，真的了不起，聊得好心情，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